就刚才有说，就是在过昨天那个12点的时候，就刚好因为昨天有行程嘛，结束的比较晚，所以就回宿舍的时候就直接去洗澡了。然后洗澡洗着洗着，就突然就10个人把门一开，然后就全部冲进来，在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厕所。没多大吧，就两三米，就那个地方就全部冲进来跟我说生日快乐，吓我一跳。然后而且就也没穿衣服什么的，然后就当时就懵了，挺懵的。然后就结束了，我本来以为就结束了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了。然后我就生日的时候就洗了个澡，就是洗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。